你说你以前是怎么看上我的？呆萌啊，不是这个，因为我很，因为我很那个什么？很累啊。你说啊。我咋晓得啦？我只是觉得你以前呆萌的呀。不是这个。你是不是想听我讲你好帅？不是。很胖。哪里胖了嘞？在我印象中，我一直觉得你好呆哟。很正向一点的那种。很上进。差点，快哦，马上就到，还差一点。但是不是这个。很独立。不是独立，还差一点。再想一下，马上就接近了。很努力啊。努力。嗯。哦，你说的就是那个号称女人的美容院，男人的加油站的那个努力吗？是这个吗？啊。美女快走 ！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翔哥。显而易见啊，哈，我又买了这么多生蚝回来。虽然我立过再也不吃生蚝的 flag， 但是没有关系。前年说的永远穿黑衣服的那个 flag 不是也破了吗？不过要先解释一下，破坏的不算。那么最近就是这个高压锅压这个生蚝，好像特别火。好吧，火了一段时间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。那普通的生蚝我们就有很多的吃法，比如说烤。好像就只有烤了，对了，反正我们就只吃过烤的。高压锅做生蚝从来没吃过，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，看一下到底好不好吃。首先我们先开箱了，又买了一个高压锅，上次那个送给我姥姥了。就没了吗？不是买的带蒸盘的吗？没买带蒸盘的。生蚝太脏了，我们先把它刷干净一下。完美。先把这个放进去。哎呀，我这摆的也太好了，这生蚝全部都摆在上面了。我们放点姜丝，放两颗葱，倒一瓶啤酒，盖。那现在我们要用这个大火，这个炉子的话火太小了，就抬去厨房。那我们只需要开大火，上气之后再焖30秒就可以。好，现在已经上气了，我们关火。我们用冷水把锅冷却一下。这道料理真的是出奇的快，我感觉才刚开火，才过了没多久就可以关火了。一大股啤酒混合着海鲜味，好烫！这里面好脏哦，还有泥巴。看一下这生蚝，好大一只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放点调料，蒜末、小米辣、葱花。这个蘸料嘛，就看个人喜好了。生抽、芥末、点柠檬汁，搅拌一下。可以哦，不过我觉得这只有点脏，放水里洗一下，洗干净了。哦，试一下。芥末太冲鼻了，哇！但是这个生蚝，哇，好鲜，好嫩哦！哇，你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完全就是鲜水嫩。它后面那一坨软软的，一咬开，有点像爆浆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前面这一块像是瘦肉一样，哇，一嚼，哇，好好吃没？一把死手。你还瞅这么紧镜头？瞅这么紧，看到吃起香啊！一把死手。你这样子对脸上配，美女，你念一遍我听哈。来，一把死手。一把死手。一把死手。嗯，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到时候你看视频你就知道了。我是傻逼。我是傻逼呀。昨天看你念的那一把死手，你还记得不？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来看啊。我是傻逼。我是傻逼。好多汤汁哦！哎，这里面有芥末。我也不怕辣。芥末又不是辣，是强。
都跟你讲有结膜，我还不怕了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要是有泥巴，你缝进水里面洗啊，好肥哦，这是。长那么多，你不怕长吗？我每次吃生蚝都是我们两个吃的哈。有吗？嗯。这个我看看。哦，好像是呀。这个好像比烤的好吃点了。好像是新鲜的原因吧，我觉得吃了挺回甜的，有点回甜。清爽、鲜嫩、回甜，是不是？嗯，就我感觉你煮那个拌水不是很好吃。那你可以煮一个吗？水煮又要吃锅烧油，那个煮啊，我等你啊。没有太多太复杂的味道，就是吃它一个鲜嫩。之前吃烤的那种生蚝都是放点粉丝，放点蒜泥，蒜泥味道就很重的，这个就感觉非常的原生态，而且没有任何异味，沾上一点沾水，觉得我会给它很高的评价。和烤生蚝相比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会更舒服一些。我弄了18个生蚝，我们一人吃9个，尝一下他弄的这个沾水。比我这个要差一点，哦，你说像蒸好这种东西我在这时间是有点意义了，吃啊，吃了哈，你看它长这么大个壳子，每天有干不到粮食，一辈子都躲到这壳壳里面，有点用了，不躲好点不就被吃了，通过还是要被吃啊，那它躲好点长大一点啊，那一辈子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找人家吃，但是他始终还是要被人家吃，像这种东西肯定就是属于大自然的恩惠，没你过来点镜头都看不到你，会不会当吃播，你脚子惹到我了嘛，惹到你哦，嗯，惹到你哦，嗯，那我再来尝一口，哦，我知道，你知道这个生蚝就是上帝赐给人类使用的，刚刚吃到这一口我就知道，要不然你想不到它有任何理由能存在这个世界上，还可以煮蚝油，反正都是吃嘛。好了，经过美食侦探家小帅强的这个高压锅生蚝体验，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。好吃啊！这个就真的很原生态，很嫩，但是又不能吃太多，有美食来解解馋，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吃。好吃。嗯。